房寒假美景提供给您，除了去阿里山能看云海之外呢，云林古坑最近呢也因为这个壮观的云海加上花季变成了热门的拍照景点。白色的云雾缭绕着绿色山峦，层层叠叠的云海笼罩着云林县古坑山区，山林间雾茫茫的一片，让人有种置身在仙境的错觉，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朝圣。居高临下的感觉还蛮不赖的，而且山跟云海还有蓝天之间就变幻莫测，还蛮就是很值得上来看。清晨天亮一直到八九点这段期间，那个云海其实是蛮壮观的，所以只要在几个制高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云海的一个分布状况。由于最近气候变化大，天气冷热转换频繁，只要气温从寒转晴，就会形成这样强烈壮观美丽的云海。一般如果是在那个空气在所谓的那个冷气团，或者是所谓的天气在冷热在转化的过程里面，其实在云林的山区就很容易看到云海。在古坑山区，清晨有日出云海，傍晚也能看到夕阳落下的壮阔美景。现在也正值山樱花、梨花绽放的时节，让民众不必到阿里山，也能欣赏到这片如诗画般的美景。联合报陈雅玲云林报道。